今天来做那个韭菜饼，韭菜盒子。这里是三杯的面粉，加入三克的盐，增加筋性。而且我这里是呢一杯半的温热水，先把它搅和好，搅成这样以后，我们来下手来揉。把它揉成这样的个面团以后呢，把它放在一边。现在我们准备来切这个韭菜。这韭菜呢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波韭菜，是自己那个地里面长的。啊，这韭菜切好了以后呢，先在上面撒一点油，是把那个水把它锁住，不让它出水，放在一边。我们现在呢去把这个鸡蛋，把这个油烧热，打入鸡蛋，直接倒进去。这是热锅，热锅里面呢，我们呢倒一点油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